Hello， 大家好，我是 Niki。 那原本呢，靠假一周休息，我本来想说我可以很快乐，结果到了第三天我就重感冒了，到现在呢，就是整个鼻音超重，还没有好得很完全，所以今天的影片呢，声音可能就是要请大家多见谅，因为鼻音的问题可能会蛮严重的。好，那今天要看的 reaction 呢，就是大家敲碗敲的超级久的花絮。那我稍微整理了一下官方花絮的三 part， 就是成语大全，然后名场面，还有夏日回忆录。那还有其他双人综艺的部分呢，我可能要看大家敲完留言的程度，然后考虑一下要不要加更这个部分。那其实在开始看之前呢，我大概有两件事情要跟大家讲一下。第一件事情就是呢，花絮我有些已经看过了，有些没有看过，因为我一开始呢，其实只是想说要录剧情的 reaction 而已，然后没有想到在更新剧情 reaction 的这段期间呢，也有很多小豆腐跟我反映说想要看花絮的 reaction， 所以在我答应大家要做花絮的 reaction 之后呢，我就开始忍痛，就算滑到花絮的片段呢，我也不先看，就是要抑制我那个想要课堂的那颗心。是不是应该夸夸我，为了让大家就是延后我吃糖的时间。好，所以呢有些片段呢，我是在答应了，就是之前其实我应该已经有看过一两个，我不大确定，因为毕竟就是对于像我这种天天都泡在占山为王跟客居博居一笑的超话的我来讲，就是完全没有看过是不可能的，反正就是再跟我刻一次糖吧。那第二件事情呢，也就是我每一个创作的影片呢，都是我非常喜欢而且也感兴趣的，所以呢，希望每位粉丝呢都能爱这个剧组的每位演员。影片中呢，如果我有太过于姨母痴汉笑，或是觉得他俩就是好有 CP 感那种，就是纯粹是我管不住我福林二十年的脑袋，就不上升正主，就是两位弟弟都是很棒然后很努力的艺人，所以呢，我不希望在我的影片中的任何弹幕留言就是看到有谩骂他俩其中一人的字眼，就还是老话一句，如果不喜欢的话呢，可以快快的换皮，把时间留给自己喜欢的人事物。因为昨天看雪莉自杀的报道，其实让人真的很痛心，每一个言语呢跟此句其实都是有一份力量的，所以希望呢大家都能保持笑容，然后纯真善良，就看自己喜欢的东西这样子。那当然我也会一直带给大家正能量，然后让我们一起越来越好这样子。好，那报告完我想要讲的话呢，就不耽误大家课堂的时间，那我们今天呢就来看花絮 reaction 吧， go go。 载歌载舞，真的吗？什么啊？尖叫鸡吗？啊，那个腿。为什么要叫人家继续叫？刚刚为什么可以那么帅？皮扣子。男二哥哥。他俩好幼稚。腿软跟想哭都是。是
很令人遐想的词。啊 ，Black Pink 的吗？啊，这么短啊？也太短了吧！当当当当，看这是谁？没错，这就是蓝忘机了。王老师的睫毛好美哦。哦，对脸拍是怎样？王老师的王老师五官真的是不懈可击，360度。天哪，脸好小。肖战，亏你还是摄影师，这样对脸拍，就是想要让我们一直看。就是想要一直靠近。错错错，是我的错。老师今天吃了什么？吃完了。哇，肖战这样真的很帅。老王，我错了。老王，你先走好不好？来拍一下肖老师的左脸。脸真的太立体了。左脸。好了，老王。这小孩就是想要引人注意吧。帮你化妆了吗？可爱。不是一博。一博。哦，你是？我不是一博。蓝忘机替身。不是食不言吗？我是不是蓝忘机替身？蓝忘机替身是吧？蓝忘机替身都长得如此精致。正经。哇，好帅你！哇，姚妹。为什么永远都是对着我？他们两个又在奥斯卡了，是不是？肖战的脚掌，脚丫子。同学，啊，薛洋，你是薛洋是吗？我是。假装第一次遇见你。我是宋兰。你是宋兰是吧？好，那我们来采访一下这位薛洋。哇酷，这个特别完美漂亮。什么完美？根本就没有对到焦。运镜不要抖，对，完美的运镜。哎，如此的，哇塞哇塞，运镜，然后没有对焦。介绍一下自己。运镜那么久没有对焦。对啊对啊对啊，你在搞什么？哇，你们三个真的感情好哦，哎呦。采访薛洋，我们跟聂导感情对，化妆了聂导。哦，聂导要化妆了。求虐导，没有人帮他拍。高宇同学，就是一把地，我怕穿帮了。下面这脚才是受力的，下面还有一倒是再下去一点呢。这样，这样可以啊，你也 OK 是吧？ Yes。 Sorry， 对不起。哇，王老师你真的，啊，这台，王老师，做错了什么？先给你一点，给你一点。请你给我多一点时间。这孩子是不是有过的？
水仗了。姚宗主，姚宗主，蓝湛，原来你是这么淘气的蓝湛，回家，给他踹过去。这弟弟真的是闷坏了，这个弟弟。肖战你就宠吧，反正你就。你来讲这个彩蛋，你来讲啊，来啊，三十八掌一讲啊，38掌一，哇哦！绿色的是蓝忘机的，是不是？全都是你说的。我不会是问太难了，驾驭不了。这魏无羡太难了，只有战哥能驾驭，驾驭不了，是吧？换不了了。所以他们在派38掌一吗？现在啊，团宠团宠，太欠揍了，可爱鬼。到底要表演？事情饶有公正，公和不容姑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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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容姑息。现在装无辜。没关系。好来了。美颜盛世，王一博是魔鬼。为啥？王一博今天给我发了5张他的写真，然后帅吗？帅吗？我帅吗？倒是发给我啊！我没关系啊，一天发500张给我都没关系。你给我发你自拍啊！对嘛，自拍就是珍贵，你懂吗？人家拍的就是，他是可是会拿着手机说 "It's me" 的那种。原来是这样的，肖老师。肖老师原来是这样的。哇，原来是这样的，肖老师。超帅了。好萌哦，嘟嘟嘴，嘟嘟嘴。大家谁没有过去呀、啊？咱们现在留一些，日后好相见，好不好？自拍，开始了吗？所以他会传自拍给他。真的干嘛？谁知道他们私底下都传了什么？你们怎么不单眼皮啊？他让王老师教你们自拍啊！啊，王老师教自拍的。王老师教自拍，王老师教我们自拍好不好？王老师怎么拍都帅。你拿给他，他自己就会拍了。你怎么知道你拿给他，他就会拍？你是不是常常拿？我就觉得这个拍出来好像。对，没事，没有，我们拍出来很正常。哎，照片倒是全部都发出来了。有没有可爱？那时候还是梦瑶的时候吧。一秒钟拍的照片，走了。一秒钟够不够？不够了，拍的照片。我们收视能力是可以的。好来，自己说。你要用手摁一下。嗯。你要用手摁一下那个。用那个手吗？那我这样子，邪魅。邪魅一点。好的，那大家看完花絮，就是这个撒台。
糖又可爱的两人弟弟们就是相处，还有整个剧组很欢乐的那种感觉，大家都感觉如何呢？我自己是觉得很开心啊，然后很快的时间就过去了这样子。好，那因为呢成语大全虽然没有很长，但是我身体状况的原因呢也没有办法讲太多话，所以今天的影片呢就把成语大全的部分分成上下集。那下集的部分呢我会在礼拜四的晚上就是准时的上片给大家。那今天的影片呢希望大家会喜欢，请记得要帮我按赞留言加分享哦，然后还要订阅我的频道，开启小铃铛，开启小铃铛呢系统才会提醒你们就是有新影片了。好，那我是 Niki， 那我们下次影片见咯，拜拜。